我告诉你，阿仔在外面，阿仔已经一早跟我说，说很想去看的。即是日本？不是啊，当然不是啦，即是香港大球场的钱，是啦，明白明白。香港这场哪有钱？你老豆没钱啊。那你跟你的仔说，你说阿仔，老豆在 D100 做客串，一集都只有几嚿水。跟着客串160次，才可以买到一张飞。即是你进去看，我在外面等你。点买啊，仔？4880元。两张要成。9000多元喎，大佬，如果炒黃牛20000喎。算啦算啦，我買個波 game 俾你玩啦。佢後屘一定要有 China， 我先買啊。有個朋友話送兩張嗰啲叫做去做一日嘅練習波飛。練習波飛嗰啲，但係因為佢話咧就要補習。哦。咁啊，佢聽到之後咧，佢話我想去啊。咁啊，你邊個？咁你唔使讀書啊？係啊。我請假咯，唔得，細細個點會可能請假㗎？梗係唔得啦。嗱，咁你啊衰啊！嗱，就係走咗補啦，就係星期六嗰日先見到美斯。嗱，因為你個仔咧怨你啊，真係。冇錯。好快帶佢去第度添啊！係最精彩啊！如果我見到嗰下咧，即係估到佢一定落噶啦，因為佢嗰間首先佢離身，但尋日咁啊國際馬密咁啊嘅公開操練，我喺現場嘅，咁啊我亦都有買飛入場啦，咁啊坐即係咁啊780元賓飛，咁啊就喺即係南看台嗰邊，咁啊尋日嘅即係睇波情況同大家都即係講過啦，啊入邊就唔重複，發生咗小插曲就唔重複啦，咁啊另外今日啊，咁啊終於最尾啊，咁啊譬如曾經佢真係啊。有網友就話咁啊，佢公司啊，咁啊，即係之前咁啊，定係佢上司定點啊？咁啊話即係俾咗兩張飛佢，因為佢話要旅行咁啊，即係都可以話咁啊，就即係俾我哇咁我話咁我俾翻錢你咯。佢話唔得啊咁啊唔使收錢嘅，我都咁啊即係唔使錢啦。咁啊我最尾就話啊咁啊，我就再介紹佢咁啊，將嗰兩張飛俾其他人，因為我唔想即係佢免費要。